哎呀，遇到急救手很蠢，不会溜就算了。这最后关键的时候，佣兵他该怎么做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破轮。这边其实可以溜，哎，这还隔着给你撞到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嘿嘿嘿，霍林什么时候这么胖，我真的不懂。哦，闪现还这样子空的。嘿，又到你偷个嘛？哦，不追了。工厂都被修掉了，是不是？他那一波闪现太亏啊，在一堆建筑物那边闪现，很容易被卡到。直接一波换追，打到娃娃。应该不会秒倒吧，至少让他交个闪现再倒吧。哈哈哈，前锋啊前锋，满球的人竟然这样子倒，佩服佩服。闪现也没交，小弟甘拜下风。七七七，他没有不开球啊，开球也不会开，乱开。开了一个被人家直接丢夹子，哈哈，这一次被挂地下室，哈哈，接电给我啊。你要直接拔吧，哇操，我好像在那个闪现落地刀没打到，哎、欸。
哇，很恐怖哎！有了，可以了。OK OK， 好家在我前面溜的够久，不然真的是歪掉哎、欸！而且这个波轮也好，真的他聪明，他去换抓、欸，真的差点被他抓出了一个节奏来。哎呦！哇，安妮也不会去躲、哦。我才不会当门皇嘞！都不会往后看的，都直接给人家假的呢吼。We'll be right back.